善意谎言脱口而出，想 say no 被逮个正着。是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用英文跟我讲话，我就开始卡牌混台哎台这样，他就吓到就跑走。你应该装哭的声音，哎呀，哎呀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到底是我们哪里做不好？我在电梯里面收讯不好，不然你打给秘书刘总啊，我打的是室内电话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